这个笼子里面放下了几个小鹿群，这小鹿可以啊，挺漂亮的。你看老狗是这种枣红色、爆红色的，我们来拿出来一个看一看怎么样？不咬人吗？这家伙，这个小鹿的话和吉娃娃，还有这个博美，称为城市三大恶犬。别看个子小啊，超级凶的脾气。这颜色可以啊，挺漂亮的。这个小狗大狗不咬人吗？这家伙有点凶呀。来，我来看一看，我拿出来一个看一看啊。这狗长得可以啊，挺漂亮。哎，这个漂亮，这个漂亮。你看这颜色，爆红色的、枣红色的，比较少见。眼睛也是挺大的，就是背对着太阳啊，它有点那个睁不开眼。看，漂亮啊！你看这小尖嘴巴，啊，小筷子腿，可以啊。这母狗，母狗好，主要是你看双脊背的宽，喂的挺肥的。你这家庭挺富裕的吧？这小狗给你吃香的喝辣的啊，特别的肥。这个小狗长得不错呀、啊，这几个里面，这三一共三条小狗嘛，那多少钱一个？这狗一千一个，一千一个，要是三个都给你要完的话，能便宜吗？能。三个要完得多少？一个少一百。一个少一百，就是900块钱三条。900块钱一条。啊，900块钱一条，392600，2000块钱。哟，那2000多块钱可不便宜啊，2600、2700。哎呦我去，这三条的话，三条的话狗不错，这一条最好的，你看非常的漂亮，爆红色的小鹿。500块钱一个，你看行吗？啊，这价杀的太狠了吗？啊，多大了小狗？4个月。多大？4个月。这个小狗4个月了。对。这小狗4个月，这三个。4个月，这个都5年多了。我不相信，5年多了。是是是，你掰掰牙，我看一看，不咬人吗？有点害怕，我天哪！你不要这个，你掰掰牙。他说4个月了，我觉得不可能。你掰掰大牙，还有前牙，还有后牙，我看一下。这个狗的年龄一定要看牙齿。有大后槽牙出来了。4个月。对。呦，4个月的话。那这个狗4个月应该没有，应该得3个多月，不然的话它后槽牙已经长出来了。这样，我看在这个狗月份大的面子上，再给你加100，600块钱一个，3600、1800行不行？啊？多少钱？你说的最低价我听听。我跟你说，那个，2600。2600。2600。2600拿不了，那就太贵了。就那个我特别的看得上。其他的这两个吧，体型稍微大一点，颜色确实是不错，这狗相当哇塞，你们觉得能值多少？大家可以评论区留言啊。